今天办的这一场就是包场，其实是一个是特别为荣总93病房的骨肉瘤小朋友办的就是包场适应会。然后基本上其实因为我比较常是实际去院里面看他们，但最近拍戏实在没有办法，所以连续两次都请他们看电影。上次也是阿嬷。哦，真的吗？上次是奶奶，亲爱的奶奶。对，亲爱的奶奶，这次是对，就是阿嬷的梦中情人，所以我觉得还蛮有缘的。那我觉得这种关于亲情的部分都会让小朋友就是特别容易了解，然后我觉得两部都是很好的片子，所以也希望就是可以帮导演啊多 promote 这一部好片。唱片上的表演比较多，对，然后一些片段的就是他在模仿的部分，觉得他实在太有天分了，那非常期待啊！所以我等一下去电影院要好好睁大我的眼睛，因为其实我一晚之前一晚是没有睡觉的，对对对。